第十最后一条呢，命中升天。这是说你没有发心念佛求生净土，你决定升天啊，来生不会在人道，天道享天福去了。何以故呢？天人是慈悲，你能不杀生，一生持不杀生的这个善法，你的德行的水平跟天道等齐啊！啊，升天是这个道理去的啊，不是说天天供养天神你就能升天，天天巴结他不行啊，你的德行水平要跟得上他们啊，你不拜天你也会升天。